佛国仙都霍童位于宁德市蕉城区西北部，距市区40多公里，山脉逶迤，风光绮丽。这里是中国佛道教的圣地，为36洞天之首。清乾隆宁德县志载，以霍童名者，或为神仙霍童所居，或曰周人霍童，则亦武夷君之意也。自隋朝建议大夫黄居开基以来，引水盖田，开辟荒原，逐渐形成集镇。母亲河霍童系环绕镇区，素有闽东小桂林之称。霍童山水养育了这一方赖以生存的儿女，也滋养了这里的人们刚毅果敢、从容不迫的性格。在闽东现代革命史上，霍童儿女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红色英雄史诗。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人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汲取经验，开始独立领导中国人民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8月，在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领导下，中共福安中心县委成立，马立峰任书记，统一领导闽东地区福宁五县的革命斗争。这一年，21岁的阎阿兰成为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委员。阎阿兰，宁德县霍童镇人，1910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1岁便开始砍柴放牛，下地干农活。13岁那年，省吃俭用的父母决定让阎阿兰上私塾读书识字。1927年，霍童镇上开办了一所民众夜校，阎阿兰与创办者潘余光结下了深厚友谊，接触了《新青年》《语丝》《向导》等进步书刊，开始向往革命。18岁那年，阎阿兰只身离开家乡，前往省城福州寻找党组织。在福州，阎阿兰结识了闽东早期革命者马立峰、叶秀帆。经他们介绍，1930年，阎阿兰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受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遣，阎阿兰回到家乡霍童开展革命工作。阎阿兰回来了，古镇突然热闹起来。他在镇上的阎氏祖厅创办平民学校，吸引了众多青年前来学拳术、练棍棒，在吹拉弹唱的文娱活动中悄悄传播革命思想。不久，阎阿兰在霍童镇成立了一个5人秘密党小组，这是宁德县第一个党小组。在这个党小组领导下，霍童镇及周边地区广泛建立贫农团，遍及17个乡村，组织开展农民武抗运动。闽东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在霍童点燃。1932年秋，时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的叶飞受组织派遣来到闽东。那一年，叶飞刚满18岁。在霍童，叶飞住在阎阿兰家中，两位年轻人踌躇满志，想为霍童的劳苦大众开辟一个崭新的天地。此前，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来到闽东，亲自指导福安、连江等地组建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1932年9月，中共福安中心县委领导人马立峰、詹汝柏发动福安蓝铁暴动，打响了闽东工农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建立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1933年初的一天，在霍童正措村后门山的树林里，叶飞与时任中共霍童区委书记阎阿兰组织召开了一个贫农团代表大会，秘密酝酿一场武装斗争。大会有20多位贫农代表参加，包括后来成为宁德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迟臣旺、
1932年5月，阎阿兰来到迟臣旺的家乡霍同坑头村发动革命。迟臣旺参加了村赤卫队，不久由阎阿兰介绍，迟臣旺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28日，霍同街中心一座名为红街宫的古老建筑一声枪响，打破了古镇往常的宁静。因为阎阿兰来霍同嘛，然后就联系了这个霍同的13个村，每个村都有一两个代表。我爷爷当时就是外表村的代表，在我们那渡头他是有习武的哈，就把那个红缨枪枪头拆掉，藏在那篮子里面。我来我姑奶奶这边，就是送个节律的东西给她，就是在端午节那天去参加了这个霍同暴动。这一天是农历端午节，驻扎在红街宫里的多数团兵已请假回家过节，剩下的十几个人喝得酩酊大醉。半夜，叶飞与阎阿兰带领一支由50多人组成的工农自卫队，在半岭村的山上集结后，一路直奔霍同镇。事先，他们争取到2个团兵做内线，准备里应外合。瞬间，游击队员如一阵旋风冲进红街宫，一举缴获民团26支枪和一些弹药，霍同暴动取得了胜利。这是宁德县工农武装斗争打响的第一枪。霍同暴动后，阎阿兰领导的霍同游击队迅速发展到100多人，拥有长短枪100多支，农民自卫队也发展到1000多人。不久，闽东工农游击3支队在霍同半岭村宣告成立，阎阿兰任支队长，副队长谢秉成、阎雷寿，政委黄尚卓。此时闽东各地武装暴动风起云涌，工农游击支队相继建立，武装斗争的烈火燃遍闽东，为红色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3年7月4日，阎阿兰到福安向中心县委汇报工作，返回途中却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当时他为什么要从那个村子里面走出来，打扮成那个也是当地农民一样，那个蓑衣啊都带呀，但是被人认了，认了的话给他包围了。这一点是有一点意念的，怕这个躲不过什么东西，怕连累。干革命就要光明磊落，这一点阎阿兰始终笃定。刑场上的阎阿兰仍镇定从容，面对刽子手，他高喊：“共产党会胜利，革命会成功，我若死，也要脸朝天。”1933年7月5日，阎阿兰壮烈牺牲，年仅23岁。1934年2月，标志着土地革命取得丰硕成果的闽东苏维埃政府在福安百柱洋成立。4月，中共闽东临时特委成立。从县乡到村一级，红色政权遍及闽东各地。同年7月，宁德县苏维埃政府在霍同坑头村成立，迟臣旺任主席，下辖6个区苏维埃政府、4个乡苏维埃政府、32个村苏维埃政府。在分田分地斗争中收获喜悦的霍同贫苦农民意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真正翻身得解放。1934年9月30日，叶飞在霍同织体山创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霍同镇桃花溪村成为闽东红军的重要根据地，10里8乡的青年纷纷报名参军，更加积极踊跃地投身于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中。
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央苏区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1934年10月，主力红军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北上长征。国民党开始部署10万兵力，分四路对闽东苏区进行大规模清剿。在敌人的重兵清剿之下，闽东苏区遭受极大挫折，苏区领导人马立峰、詹汝柏等相继牺牲。闽东红军分散到宁平谷、福寿、霞顶坪等地区，转入游击战争。以坑头村为中心的霍同煤坑地区分布着大小包括坑头、上阳、池头、墩头、后阳、梅溪等68个村庄，平均海拔800多米。这里是霍同通往古田、平南的要道，从外界进入这一带只能通过海拔1000米左右十分险要的关隘。闽东游击战争时期，煤坑地区独具易守难攻的地理条件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成为党和红军的大后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池臣旺受命领导宁德县苏区根据地的恢复和扩大。池臣旺在煤坑地区先后建立了4个中心党支部、35个农村党支部，党员发展到220多名，并开设红军后方医院、机械厂、被服厂等。煤坑地区还是富庶的产粮之地，当年人口不到2000，却有水田2500亩以上。群众将自己省下的口粮千方百计送给红军吃，为躲过敌人的盘查，他们将米装入箩筐，再盖上肥料，打着施肥的名义往山上送粮食。在僻静之地，他们搭建起上百座秘密寮供红军居住。后阳村农家妇女汤银钗全家总动员，不仅担当起地下交通员的任务，为游击队送粮送菜、采购日用品。在汤银钗的教导下，他的5个儿子先后都参加了革命，后人称他为革命妈妈。霍同溪中上游福建省第7条溪流花兰溪在这儿急湍而过，四周层峦耸翠，带水萦回，风景宜人，素有一夫独守万夫难入之说。在革命战争年代，花兰渡成为闽东红军重要的地下交通枢纽。白皮红心保长谢赞巨与同村的谢礼润、谢礼仔、彭康金等人成立了渡河小组，以此巧妙对敌。几根杉木、几条藤索搭成木筏，通过暗号联络，将游击队员渡筏到对岸，然后把木筏拆散，藏在芦苇丛中，再用溪水抹去留在沙滩上的足迹。就这样，革命健儿一批又一批地安全往返闽东各地。依靠人民群众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大无畏的无私奉献精神，闽东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度过了最为艰难的3年游击战争时期。1936年8月，宁德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池臣旺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当时说人家抓走的时候，就是我爸爸陈成旺用铁丝绑着，手都夹着铁丝绑着。大哥哥当时才8岁，二哥的时候当时是才6岁，是的。全家就抓走之后，这我的大哥给国民党就是脚抓起来，就在像那个破毛柱一样破下，就是裂下，当场都是都了的了断的就死掉了。但我妈妈她是大哭大喊了，她把眼睛都给她抠出来，太惨了。我就是说我妈妈那时候她说给我听，我就不知道怎么。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百般凌辱和严刑拷打，池臣旺始终坚贞不屈，
9月27日，池成旺在蕉城八渡镇慷慨就义。抗日游击战争当中，军队和人民的关系，那确确实啊，血流的关系，鱼和水的关系，鱼没有水，它就死掉。我们的军队不依靠人民，那不可能坚持三年以上，那不可能生存。煤坑为闽东革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32年至1934年两年间，仅坑头村就有上百人参加革命，原有9个自然村被敌烧毁5个，房屋被烧毁60余座，200多人惨遭杀害。煤坑花样失明，镌刻的却是血与火的印记。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闽东特委与国民党福建当局在霍通的文昌阁、城关的天后宫等地，经多轮谈判达成联合抗日协议。1938年初，闽东红军独立师1380人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在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的率领下，从平南塘口出发，北上抗日。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位于古镇公路旁的霍通烈士陵园，庄严肃穆。这里是阎阿兰、池成旺等霍通镇158位英雄儿女的墓地，家乡的山水铭记他们的英名。昔日的革命老区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条红色旅游公路将宁德县苏维埃政府旧址、织提山闽东独立师成立旧址、桃花溪新四军北上抗日整编地，以及红街宫、文昌阁等这些铭刻着光辉岁月的革命遗址连为一体，吸引着无数的后人前来瞻仰革命英烈，追寻革命足迹，重温那段可歌可泣的辉煌历史。霍通溪蜿蜒流淌，古镇上依旧人来人往，闽东苏区的革命精神如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必将引领着我们去开创又一个伟大的新时代。